欢迎收听极客网兴趣博客啊，加点常规节目，一起特殊的常规节目。我是四十二，我是老白，我是老朱。好，朱老师，好，朱老师来。好，这期我们要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这个虽然是常规节目，但是这个开始吧，有一些可能有点 pro 的一个点，就是那天跟朱老师聊到一个事儿，就是说荒野。荒原，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母题，可能对整个人类的这个怎么说呢，文艺创作特别是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跑不出去的那种事儿。我就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理念，就当我们谈到荒芜这件事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它越来越快，然后实际上我们停留在不确定和人就是人很少的这种环境里的时间和机会变少了。对，我就说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以前小时候幻想的金字塔啊，是无垠的沙漠，对，像沙丘电影里一个感觉，是沙海，然后立着矗立，忽然矗立出一个巨大的石材金字塔，和边上还跟着几个小金字塔啊，对，它是如此怪诞，如此不可思议，就好像在火星表面上你看到一个巨大人脸一样，应该是那样的。是，直到最近的一段时间，我看那些照片是，其实不是，其实那个金字塔附近就是埃及的那些民房，你必须找到一些特定角度才能把那些民房给规避开啊。然后你就意识到什么呢？这是一种。这种填满的感觉，其实会让我们精神上时间长了会感到一种倦怠，它是一种负担，是这样的。你老是在某些人的视野里，或者你的视野里有别的，你无法避开的就是被审视和审视。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时间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下，其实你是紧绷的一个状态，你是累的，你只是感觉不到。对，我们对荒野的向往实际上是需要剥离社会性的那一刻。所以你看有些人，有很多人在讲，就是我现在下班之后回家我躺一会儿，或者在车库里我坐一会儿，对，就我自己待着。那也不是说我不爱我媳妇儿，不爱我孩子，也不是说我厌我的同事，我厌我，也不，你不见得有多厌恶这个事，你只是累了。对，对。然后这个我们这期节目整个这个话头开端又跟我的那个一次出差的经历有关系。哎，好，其实很早就想跟大家聊这个事儿，中间有种种原因吧，就是拖到现在才聊。距离我上一次去拉美，认真的说，过了三年了。哦，因为疫情期间，我由于各种这个工作上的变动、调整啊，奔波在这个别的城市，在国内，就是很久没去拉美了。但是我还维持着一些联系，比如说我时不时的看一看西语的新闻网站啊，跟我的阿根廷兄弟唠一唠啊，最近怎么样啊。但是这种若有若无的联系太弱了，淹没在我繁忙的日常中了。直到最近一次，就是这不是眼瞅着这不是也都放开了吗，国外对咱们也不管制了，咱们也自己也放开了，就是我就领导说要不你再去一趟吧，再次启程。好，好家伙，哎呀，就准备啊，就你就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忙碌又来了，就是准备的过程实际上是很痛苦的。是的呀，因为你去的不是那种，咱们说跟你出国旅游玩不一样。是的，这个哥伦比亚的那签证网站贼难用，我的同事给用急眼了，你知道吧？他填他儿子，就问他你结婚了吗？你有孩子吗？他就填他孩子信息啊，发现那网站做的有点问题，反正就。具体是怎么个有问题法我忘了，填不进去。后来就说妈怎么办啊，操，我就说是这样，你看啊朋友，你呢是去出差的对吧，是你显然不是有移民倾向的人，对，咱就是说如果你写你没有儿子是不是也行，我说哎对呀，把儿子那下勾了啊，发现就通过了啊，也没有人去调查的事，我这很正常，这人家使馆也没工夫核实你有没有孩子，对吧？是 ，Who cares， 对吧？是，我填就完了，意思到就完，就你就意识到从这一刻开始，拉美那个脱线的劲儿开始介入了，哎，就来了，你不能跟他太较真，就是拉美向你走来了，对，然后我临近。出差前那几天，我就有点渴望想离开了啊，躁动的感觉，就是那些日常的工作琐碎的事儿，填这个表，做那个事儿，然后去找这个谁谈这个话，又开始。他其实前几周还是这样，之前这三年都是这样的，对吧？甚至比这更烦。但是你忽然就意识到还有一件事要发生了。哎，在这件事要发生的时候，
你感觉眼前这些事怎么这么哎无聊啊，对，这么琐碎啊，操，就更燥了，你知道吗？是开始在那个闲鱼上看，哎，我看哪个 NS 游戏打得了，好几个，对，就开始准备那场旅行了。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对对，就类似于就是小学春游前几天，对对对，已经开始计划我当天要带什么零食了。是是是是是是，它又是一种逃避，嗯，荒野的像节奏，荒芜的像召唤，嗯、对对，狼嚎，哎，嗯，然后这个最后，嗯，一切都解决了，嗯，拉着行子。大箱拉着那个箱子，抵达机场、嗯哦、在那个时间段早早就来，你会发现机场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嗯，对对，大家都是有点睡眼惺忪的，因为起得很早嘛，是迷瞪的，然后迷迷瞪瞪的，然后拉我经常坐早班飞机，红眼航班，我特别喜欢那个天蒙亮时候的机场，有一种奇怪的氛围，对，就感觉很安静，很安静，而且闻着你觉得机场里的味儿都有一种，里面有一种奇怪的，哎，对对对，说不上来那个劲，这种消毒水和杂糅了很多种、对对对，香氛还有各种。对，有味儿，机场刚醒过来的时候，它那种安静就有一种气味儿，对，是的，是飞机客舱的那种味儿，哎，对，就可能连在一块儿那种感觉。嗯、然后在那个时间段，你就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然后你就意识到，你们素昧平生，嗯，未来也不会发生任何交集，是，嗯，但大概率这帮人会跟你一起飞到目的地，哎、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过上十几个小时，是，嗯，然后呢，我呢做足了充分的准备。略过所有安检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种国际航班特有的那种细致的劲儿、啊，是的。略过去之后，上了飞机 ，OK， 啊，和航，这一次选的和航，就没有再去巴黎 啊, 啊, 啊。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因为我之前每次都是巴黎，嗯、对、啊，这次换阿姆斯特丹了，带上 NS， 嗯，八方旅人启动、哎，太爽了。然后上了飞机，我就跟摆摊似的，东西都掏出来，对对对，这空姐就站着看我，我就咔咔掏。啊哎，我已经熟悉这个，我现在会做子母袋儿，哦，就是我在飞机上我要拿出来的东西，比如什么一本书，然后藏一个充电宝，然后一般不带 pad， 对，还得藏空姐不让，然后那个带 NS，、嗯、然后什么这什么东西，我都会提前放在一个布袋子里，漱口袋里，然后会把它主要的放在我的背包的上面，嗯、甚至我登机的时候我会把它拿出来手拎，就外挂嘛，对，然后我一上飞机我就一定要，我就直接把包往上一甩。就感觉，然后把、那个、就感觉自己这个麻利劲儿啊，就感觉特别自豪。对，就是就跟幼儿园阿姨，就跟幼儿园阿姨似的。你看，阿姨，我长大了。哎，对对对，你看周围这些傻孩子，行，有点诺基。对对对，然后那个 NS， 我就玩这个八方旅人，我特别喜欢他什么呢？就我觉得他比一代好玩的地方，就是每个队员都有一种压榨村民的那种方式。嗯，就是这个制作组特别懂。嗯，就你玩日式 RPG。虽然进每个村民家里开箱子摔瓶子，嗯，很蠢，但就快乐，就得摔，就简单，就没道理。这事儿就跟 GTA 5拿车撵人一样，拿车撞骑摩的小灯一样，起飞，我让你起飞，蹬起飞吧。RPG 没有这个私闯民宅这个环节就很没意思，对吧？真有。然后这个游戏把你拉满，嗯，能色诱他，能打他，对，还能拿你的宠物打他，你为什么呀？你这是人吗？你做出维度来是吧？很有意思。但是吧，但是主线剧情吧，又有一种正，就是太正了，太正了 ，S 一太正剧了。我就是整不了 S 一的正剧 ，S 一的那个正剧的那个劲儿。但是同时，我还玩了你给我推荐那个《Live and Live》啊，哎呀，就那种东西，你一对比啊，哦，就那种野的那个劲儿，就那个昭和老登他们特有那种又来了自私的感觉，嗯嗯，就确实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是确实不一样。然后玩挺高兴的啊，还没飞到新疆呢，嗯。没电了，咔咔闪，知道吧？哎，那个，行，没问题。哎，我跟你说，行，你什么飞机？全世界所有飞机，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这个充电头都给你怼上，开怼，咔咔怼，嗯，好嘛。然后发现充不上，哎，就充不上，各种桃我都试了，甚至把我甚至站起身来，我找我的同事，你那充电头给我用，这我都试了，就不行，就充不上。哦，就是头的电压的事儿 ，NS 那个对。然后差不多在新疆的上空某地啊，嗯，我就告别了 NS， 黑了，完了，咋办呢？拿充电头凝视充电头，然后一种绝望的那种刻板，就是。已经那个动物园里那种，啊，动物有那个循环行为了，刻板活动了，刻板活动啊，坏了，自己在那啪啪插，电那个空姐和航的空姐看我，什么咋回事啊？没 ，help you sir， 嗯，我摇头，你帮不了我，我已经坏了，
这架飞机上就没有人能帮我，你说我再多的医学学位也不好使，我跟你说，一种绝望，我就坏了，我就疯了。操了，怎么办？还他妈飞他妈8个小时呢？这歇斯没电了，这就歇斯底里，进入歇斯底里啊！然后没办法啊，反正空姐一看，反正你们中国人小灯就那样，反正你们对吧？没见人样，然后那就开始看周围吧，是四处飞机上嘛啊。飞机上出现一群阿根廷老哥啊、嗯，其实安检那会儿就注意到他们了、嗯、啊，就从他们拿那些行李滴滴嘟嘟的那种感觉，嗯、就感觉到第一次来中国的、嗯、啊，就那种有很多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你往返频繁往返于几次拉美和中国，啊、你就知道认识到，一看就是第一次来了啊、嗯，恨不能揣个斗笠回去那种，对吧？啊、嗯，就是没见识啊，没见识。然后呢，一群人。但阿根廷老哥就他们真的就之前我几次聊过马代查这个事儿，是，嗯，他们在飞机的走廊上，哦，因为我坐那个靠过道、哦、就是靠那个就是紧急逃生那个逃生舱那位就比较宽嘛，嗯，一阿根廷老哥站在我面前，每个人啊揣着一个小暖水壶啊、哦，然后呢传递着一个马代查，往里浇点热水，然后嘬两口，然后传递给另一个，就在飞机上也搁飞机上就聊起来了，哇，真行。啊，逼逼叨叨的，还有啊什么 no service 给什么，嗯、哦啊，那个就聊起来了。然后我呢，就站在我面前嘛，嗯，我说我也站起来，我缓缓吧，溜达溜达吧，啊。然后他们看我，嗯，就是那个眼神啊，嗯、他们就意识到这小子懂西班牙语啊啊，因为他能是直觉有反应，对，不是。你听到一段对话，你能听懂，你会做出反应，你不可能表情是呆滞的，对吧？对啊，也不一定。然后他就。跟我招手 ，amigo， amigo， 妈的，给我给的啊，整点吧啊，整点吧，整点站起来，我跟他们啊，站到他们这个圈里了，你知道吧？啊、我成为后蜜了，你知道吧？这么高兴、啊？我说 dale 啊，他一听到 dale 哦、啊，明白，懂了哦、啊，会西语了，会西语了 ，amigo，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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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来开始聊，产生了一种我操语气里的热情。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二战，幸亏没有南美参战，就他们就。嗯，会出事儿，单向透明，懂吗？啊，就跟三体人一样，啊、三体人地球，他所有的事儿你都不用审他，直接就全给倒了。给他3分钟，给一买来啥，马上就全给倒出来，甚至还跟你讲他爷爷是不是纳粹逃过来军。你就是他 cousin 了，懂吗？啊 ，homie 啊，这都讲啊，赶紧唠，说我为什么来中国啊？我在第一回来，你们家真好玩啊，你们家小姑娘真好看，菜也好吃，真好，我操，我就想待在中国。然后说。我说啊，你们怎么来？他说啊，我参加你们国家一个新能源的一个会、哦、啊，中方、这个特别热情，给我买了机票、哦、让我们来了，啊、哦，我们就一起参这个会。中国新能源真牛逼！我说，你知道很多中国人不是这么想，很奇怪，我在咱们国家这个产业政策这方面，我总是在阿根廷获得最多的这种认同的声音。嗯、哦啊，然后。聊太激动了，几个老哥说：“哎呀，我跟你们说，中国太好了！”就他们互相之间吐槽啊，是一种维度的。见到我之后啊，那种兴奋感啊，哦，是就能跟一个中国人懂西班牙语的中国人讲这个事儿，好好的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一路就没遇到几个会说西班牙语的，啊，可高兴了，可高兴，聊可高兴。然后这时候荷兰空姐就过来了，啊，小声点行吗？搁你妈飞机上呢，我操！而且都是那种就是飞机这种国际航班是那种处在一种他。航空公司希望你处在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对对对对对对，平飞之后他关灯嘛，维持一种最低升级的那种表灯的那种，对对对，恨不得给你氧都抽走啊！我们几个人搁这儿聊的贼高兴，恨不得踢球是吧？你要买大茶那玩意儿，越喝越高兴，对吧？聊的说阿根廷世界杯行啊，对，荷兰不行，一群阿根廷人坐荷兰飞机吐槽荷兰不行，荷兰不行，荷兰不行，他们的飞机也不是他们的，反正。就这，你们足球也不行。咱我说我不说了，中国足球不说伤感情，伤感情，伤感情，反正就是荷兰空姐那种高大的那种啊，是冷漠，其实她金发碧眼，冷漠那种感觉。荷兰女性应该是世界女性平均身高最高的。我站在荷兰空姐面前，感觉自己就是雪精灵。我好听的说雪精灵，啊，其实可能旁人看就是这是个地精。哦，哥布林，哦，荷兰空姐巨高。我感觉他那个腿都到枪的这位置了。荷兰女性的平均身高应该是1.76米，平均身高是1.76米、哦、1.77米。那不就是圣教军那种感觉是吧？女性圣教军那种感觉，还是特壮，你知道吗？他不是胖啊，对，我知道，就是实打实的壮。让我想起来，我在飞德航的时候见到的空姐也是，
就是战士盾女，你知道吗？就是北欧神话中维京人那个盾女那种。真的，我感觉实际上我认为荷兰女性有点日耳曼尼亚龙骑兵那个意思。啊、是我觉得他一脚能踹死我。啊，是这样。所以他说话呢，我觉得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有威慑力。因为他站在我面前，我抬着看，仰着看的。我也坐回去了。好好好，几个阿根廷老哥呢？是这样，八个阿根廷老哥，我分散成了三组，各自。各回各的，掏出了更多的买单茶，来来喝喝喝喝喝啊！最后，乘务长急了，过来了啊！回，都回上，马上就要进入内陆阶段了 啊！就是飞机开始颠簸，你们立刻回去。回去，哎，好家伙，回到座位上，怎么办呢？本来还能聊着西班牙语，聊聊对吧？复健一下对吧？是，多年也不跟西班牙人说，啊、不跟人当面说西语了，也不让聊了啊、开始看。和航的电影选的巨逼抽象啊！哎，对，我看欧洲的航班，对法航，法航还行是吗？德航就很抽象，和航是真的抽象，一些很怪的 LGBTQ 到 Z 的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开始出现在是那个小屏幕里。对，我还然后他给你看的那些东西都，反正让你没有兴趣，就是 OK 提不起点开的兴趣哦。嗯，然后我就开始玩海军旗，海军旗玩了一会儿，开始玩愤怒小鸟。那破逼屏幕，我愣是我告诉你做到什么啊？差不多进阿姆斯丹，还没飞到阿姆斯丹，进入飞欧洲之后啊，进入欧洲领空之后，我反正已经把我这个愤怒小鸟每一关都打到三星了。哇，是每一关，它有好几个世界，是啊的每一关，我都打到三星。我香，特别逗，它那个右下角还有个评价，就是有点到。主页面有个评价，就说全飞机攒齐了多少颗星啊？好看，我都是三星啊！我就看了这个，这航班太不争气了。哎，我想让我让乘务长给我广播一下，抓紧你们这帮人下地的时候，我要看到五百颗星。嗯，疯了，整个人已经疯了啊！我落地到那个荷兰了。哦，然后就是疫情，它对这个世界遗留的冲击是我们很多人很难想象的。嗯，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太能想象，就是说一条商路断了三年再恢复开，我们不认为应该发生过任何变化，对吧？对，但实际上会，但实际上 physically 这个世界就会被改变。是的呀，比如说航班数量啊，对，由于前置航班就是到了，然后呢下一个航班变少了，就是说从荷兰飞往南美洲变少了，变少了、所以导致我要在那个机场等十几个小时。哦，我操。哦，十几个小时了，然后我的这个护照又不允许我出荷兰，你就只能，我就只能搁那个机场里待着，好嘛。然后呢，特别逗，我在路上还遇到一帮这个国内做这个年轻人，做这个大学生，就做那个机器人比赛的。哦，我们聊的还挺高兴的。哎，哥们儿，跟你聊太投机了，一会儿到荷兰我请你喝两杯。OK， 我出去。我操！就又是那个就是。机场那个幸福终点站，幸福终点站了啊！我就目送那个朋友再见，再见。他就说：“好，我会替你多喝两杯的。”哎，我就被困在荷兰这机场。荷兰机场好的地方是，他那个躺能半躺那种座椅还很多，这个比戴高乐要强，比法国那边强。但是缺点是就是吃的不多，就机场整体小，尺寸小啊。但我终于找的地方能充电了。OK， 马上找的 NS 充电，就那个地方能充。那不是好就是飞机，那就是电压的事儿。电压的问题。然后十六个小时转机怎么办？嗯，赶溜达嘛，先溜达啊。OK。然后最逗的是，我这是落地了之后，我在想，是不是还得戴着口罩？嗯，哦，我就戴上了。嗯，我跟我的同事，我们俩，嗯，然后周围河南那些老灯小灯们看我们俩，就跟那个世卫组织来的那个。巡查的是吧？我们俩就我们俩戴着口罩、okay. 一路走，一路就是成为那个最吸引眼球的仔。后来我们俩就有点不好意思，我说吃个麦当劳吧。摘了之后，我说还戴吗？这玩意儿得了就得了，得了怎么着？是的，行。哎，但我去德国那次，就是我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里，就是戴口罩的人超多。你说德国人还是德国人？对对，因为我不戴，我还有点不好意思那种，就是很奇怪。当时朱老师说在机场里走路这个事儿，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散步的人，嗯，但是我在机场里就忍不住，就一定要走一走。
那你也没事可干，他非常对对对，然后其实很适合散步。对，就是我就是那个，如果他等的时间超长，我就会忍不住从这个尝试走到我的所在的这个候机的位置最远端的那个口、啊，我就一定要走过去。我频繁的干这个，对，然后我一定要走回来，嗯、然后对，就是把行李交给同事，你们看着。我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我就背着我的大包、嗯、没地儿放、嗯，我就找个车推着我就开始走。嗯，对。有一种谜一样的乐趣，推机场的车有一种独特的乐趣。对对对对，说它那个往下压，往前走，哎，对对对，有种阻尼感。对，要一开始，哎，突然停住了，哎，有点操控性，对吧？对，操控了啊！你俩有点出息。坐车坐飞机时间长，怎么就这样？坐飞机真正能把人坐疯了。然后吃了人生中差不多最贵的麦当劳吧，啊，小二手吃了一个巨难吃的一个。麦当劳那个巨无霸的一个套餐、薯条都凉了哇、然后那个没吃完，然后那个汉堡也不好吃，嗯，也不是怎么回事，你说巨无霸不应该全世界一个配方吗？是啊，怎么它就更难吃呢就、可能跟威士忌一样也有所在地的水的问题，有可能、对，然后最尴尬的是就是说得找地方得待着呀，嗯，然后它其实有那种能让你躺平的椅子、哦、但是和行吧特坏、哦、放中间可能放了好多挡板、哦、就不让你躺平、哦、不让你躺平、哦，但是那个椅子吧，就稍微有点起伏，让你就是刚刚好躺在上面不累，哦、但是又没法睡啊、不让你睡。好，哎呀，就很烦。嗯，在机场溜达，随着时间逐渐入夜，嗯，就发现乱七八糟这些人都走了。嗯，机场里到处东倒西歪的找到一些各种中国人，然后大家就盘盘道，嗯、一听就啊，明白了，都是去出差，哦、都是去南美洲，都是啊，嗯，又开始进入那个状态，就是几个老哥开始跟你讲。他是在北京哪儿哪儿买的房啊、嗯？他那个几期的贷款，孩子在哪儿上学的？是呢，自己怎么就是三年了没出来？怎么也得啊、之前，然后再就是什么疫情的时候都在海外没回了家、啊，反正就开这套嗑吧，反正就是这套海外人的嗑啊。盘盘道累了就行了，行了，休息休息，终于累了，就感觉、就是、好家伙，就不是说。亢奋的劲儿下去，而是说已经就累的就麻了，就是什么无论什么条件，就是搁战壕里，就是边上有老鼠臭水沟子，我一样，倒头我就睡，就那种感觉。嗯，但是太冷了，操！然后我就发现啊，衣服准备的不够，嗯，机场里的空调太给力了，是人一少马上就满世界找衣服，买了最贵的一件帽衫，因为机场里没有普通品牌啊，是买最贵一件帽衫。后来这帽衫还让我落哥伦比亚了，好嘛，但好在让中资的朋友找着给我捎回来了啊，这是另一件事儿。包括整个这个事儿，就是说，由于俄乌战争现在还在打，嗯，航班为了绕开它，其实导致整个航班时间也变长了。就这个世界，整个的就变和我2018年刚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一样，又变得不一样了，它就变得不一样了，是很奇怪吧，对吧？然后。第二层飞机，在坐上，然后这时候我开始研究和航，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有这个机上 WiFi 哦，但是我发现好像可以稍微白嫖一下哦，就是你挂上它，你别登录哦，这时候你能通过通知栏看到别人在说什么哦，但是吧，这时候你们说的好多话呀，特别长，我只能看到前面那部分哦，你实际上点开那通知栏吧，就是看不到的，嗯，很多。后来我发现这么干出了问题了哦。iPhone 就这个系统就错乱了哦，他认为你收到了这个信息，嗯哦，但实际你没收到，实际上你没收到啊，所以那在那个飞行过程中，我这么着闲着没事玩手机的时候，嗯，发现什么呢？发现我其实后面导致我落地之后错过了好多条信息哦，他就不就没有再加载了哦，就直接落地之后，就落地之后他也不加载，他向你发送了一次哦，然后你接收了一小部分，然后他就。就不再加载了，好战锤！你看，你好像在那个压缝间当中航行。对对，就是压，你知道吗？很怪异的那种感觉。牛逼了，我操！可以，神奇，我感觉这是太怪了。就最后落地基多了，嗯，基多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到，然后我已经管理这个相关业务就是有2年了吧，差不多一年多吧。然后，但是第一次来这个国家，嗯，之前都是分管那个去对口哥伦比亚嘛，哥伦比亚来基多，嗯，我一直以为基多要比波哥大要。穷得多，我以为是这样的，其实来了之后发现还行，城市还是整体面貌还是挺发达的，当然穷的地方跟哥伦比亚差不多一样穷，就还是那个劲儿，穷人把房子涂得五颜六色的，就还是那种感觉的。然后接上我的那个司机人特别好，我特别喜欢那个小伙子，就是
他穿的比我板正，我觉得、啊、他更像是这个商旅人士、啊、我穿的跟个难民，就头发就卷的，然后整个人有点眼睛有点红、啊、然后那种很烦躁啊，然后他是怎么的一个蓝的那种衬衫、嗯、板正的熨挺笔挺西裤、哦西裤黑那个一个不还不是还不是那种还不是黑西裤是那种卡其色西裤哦我一些锃亮一些锃亮然后小头哎呦梳板针呢哎呦特别有礼貌 Hola señor 啊 mucho gusto 哇啊 me llamo 什么什么 Fernando、哦、什么的开始啊介绍哎特别就是让你一下就想起来很多回忆就是说这种人我这么说吧我面前接我那小伙子嗯嗯就这样人搁西班牙不好找了已经。哦、他是上一个时代的生物，西班牙老板就是我那个朋友，他奶奶那个年代体面人，就是那个曾经说过啊，西班牙已经堕落了，已经完了那个老奶奶是吧？你不是个那个 cualquier persona que conduzca una coche，你知道吧？你不是一个普普通通开车的，哦，还说 chofer 是个司机，哦，懂吧？神圣的，哦，正经是个职业，是的，是的，是的，不是个开车的，哎呀。不是普通人，尊严，尊严。然后在那一瞬间，你就不得不有点严肃起来了。对，你也得你。然后我就不敢用那个度了，就不敢用 you， 不敢用那个你了，我得用改成 usted 您啊 usted 啊，你好你好啊，就这了。哎呦我天！然后但是小伙子其实认熟悉了之后，发现他还是并不是很还是很热情的，还是有南美人那个劲儿，还是南美人特好，但是特板着，那形象特好哦，而且呢，他特别虔诚哦。他有一个，我觉得他开车有一个很神秘的行为，哦、就是说，咱们那个就是那个后视镜啊、哦，不得挂有些人爱挂点什么嘛，R 型，咱们国内老盖个 R 型，对，感觉特野，特野，国内特，其实就是最便宜的相片，是、他挂了一个什么、一个受难耶稣那个挂在十字架上，对、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垂下来一个金属的一个银色小十字，我感觉可能就是银子了，哦，然后呢，这不是开吗？车上挂圣像厉害，他不是开吗？对，然后呢？一路是山路，就是从机场到那个市区山路。哦、这个圣像啊，和那个后面挂了一个小铃铛、哦，小铃铛声音挺好听的。但是吧，它不是一开不就颠簸、哦、摇晃一撞吗？他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哦、这个铃铛一响一下，他就会拿手摸一下，摸一下那个铃铛，把这个给捋上来啊，抚慰圣灵。而且他一路开的还贼快、哦、开一个丰田的一个 SUV， 他一路我就看他。右手疯狂的摸那个十字架，哦、左手咔咔超车，脚底咔超车，哦，我操，机械神教来的吧？开的贼溜，那车开贼溜、哦，因为那路啊，路况其实有时候不是很好的，哦、还行，嗯，路面还行，铺装的还行，哦、但是这个哇，缺了拐弯，上帝保佑他，我操，特别、哦、特别特别神秘了，可以。然后后来我就路上跟他聊，我说，哎，各种车的价格怎么样啊？嗯，发现当地的美国车和德国车的价格，嗯，是。咱们国内的一倍，哦，直接乘以二，是一非常粗暴的乘以二，哦哦，啊，然后同时呢，我跟他聊的时候，中国汽车怎么样？他说来了，嗯、确实在路上能看到，有了，奇瑞啊、江淮啊、哦、起亚啊，对，奇瑞、江淮、长城都有，比亚迪都有，哦，来了，但是呢，还是不够多 ，OK， 还是不够多、哦，主流的还是亚洲品牌，还是起亚和丰田，嗯，但是就是。这个价格翻倍这个事儿，我跟那个我们同事一聊，他喜欢车嘛，他一聊精神了，嗯、说这块开大奔是真尊呐、啊，什么话呢？我乘以二的价格，你是真有钱啊！是啊，你不是一般的，就忽然在那一路上啊，我看到大奔的感觉就肃然起敬，找到了一种童年的感觉。哦哦，小时候、嗯、就小时候看一虎头奔，感觉哟，哎呦，大哥行了。想起来以前在沈阳、嗯、看沈阳，在沈阳开超跑的时候那种。就是很敬畏的感觉，主要是觉得沈阳那个路，它底盘哪能受得了？敢开真是不是一般人啊！就是我们一路上开车，包括路过的一些项目，指给我看说这是一个新的居民区啊，什么这些，我感觉城市面貌其实新建的东西、啊、就很那个还行啊、就是跟咱们国内差不多了已经。然后呢，但是就说到具体别的项目上，比如说很多小城镇到现在，嗯。没有饮用水处理和污水处理啊！哇，就接上自来水，但是没有饮用水处理。啊，打上是像就是生水，那就是生水，你就得烧，反正就反正想办法。因为这些项目投入挺大的，是你说这十几万人、二十几万人的，他没什么产值，嗯，维持这个项目其实挺费劲的。
然后呢，你就感觉到就是一些遥远的回忆闯进我脑子里，就说，哎，好像之前也这样，没变，大家还是这样，乡亲们还是这样。嗯。然后呢，当地的朋友特别热情，带我们去中餐馆吃饭。嗯。中餐馆很有意思。嗯。一个老板守在一个大铁门边上。哦。他怎么呢？他先看你，通过猫眼，就跟那个你看有些电影似的，酿私酒的时候那个去那酒吧那个，或者那种地下迪厅似的 underground 那种感觉的。哦。先拉开一小窗，看你是不是正经来吃饭的。OK， 是正经人。哦。把小窗关上，再把你打开。啊。给你们放进来，还不这门不能完全敞开，给你们放进来，然后马上关上。关上啊。落座之后，我就跟中资的朋友聊，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情况？嗯，他说，就前段时间因为这个疫情导致就很多人失业嘛，治安就变得不好。哦，发生过有人冲进中餐馆来抢钱。哦，因为他知道你这有现金啊。哦，是，而且开枪打死人的。哦，我操，我很严重。哎，因为有老板他不服啊，啊，是反抗一下就出过人命的。哇，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那天吃饭很有意思。认识一个中国当地的一个老板，在当地一个中国老板，嗯，在中国当地的那个华人那个圈里是有点特有点、哦、我就说一件事，就是说在德国车乘以二的价格情况下，他开保时捷，嚯、哦，还有司机、哎，还不自己开，哦，我操，他就讲了讲他的一些经历，哦，没法说，没法说，但是呢，我就只能说，就是从自己早些年来闯荡，哦，一份一份的卖炒饭，哦，到今天开上保时捷，哦，娶了当地有头有脸的家族的一个。人的女儿、哦哦、很传奇，很传奇，我操！就是你面前就是叶之城最野的男人，哦，我就是威本威是吧、哦？但是他这个人啊，有一种让我感觉特别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在于他、嗯，他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葛优演的那个上海的那个啊师傅杜月笙那种感觉，嘿呦，啊、很温和 哦, 哦，但是有一种力量。OK，、哦、他跟你说一件什么事你就当真，嗯，你不会去问，真的，啊、不，你没有、嗯、没有那想法，见惯人间烦，大哥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哦，而且大哥很，大哥又是一个很礼貌、很讲礼数的一个人，哦，那是真、哎、真大，上座上座的、嗯，对，请你，哎，很讲礼数的一个人，我操，嗯，很奇妙啊，就忙里偷闲啊，哦，我们还去了一个地方，就是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嘛，不赤道之国嘛，嗯，他是有一个叫赤道纪念碑的地方。哦、oh, ，就是你来这儿，这就是赤道，你就可以实现就是脚跨地球两岸， 不是脚跨南北半球了，南半球、嗯、啊。然后当地呢很妙，一个小桌子吧，上面摆了一个钉子啊，给你一个生鸡蛋哦哦，意思就是说呀，是不是地心它不是有那个就地球不自转，不是形成那个地转偏向力吗？啊是啊。那理论上讲，你在这个它这个钉子正好立在那个赤道上面、嗯、哦。那么理论上讲，这时候是没有地转偏向力的，在这条线上是没有， okay, 完全没有的。那你就很容易把那个生鸡蛋给立在那个钉子上面。哦，我操，明白吧、哦？然后很多人就在那边去尝试，那个、他给你放了三个桌子、哦，三个鸡蛋，三个钉子，你就自己就立吧。然后就一群，你看一群就不同肤色的游客的搁这费这劲，就咔咔比划、嗯。嗯，然后我们几个同事都尝试了，嗯，就我做到了。哎呦呵，哎。然后那个就是，这时候就感觉到跟那个就是，EVA 那个大结局似的。然后世界音乐特别世界音乐的一个 MV 的一个画面，就不同肤色的人看你们起来了，哈哈鼓掌，牛逼，恭喜你！他证明了这条线确实可以，就有点蠢，快乐了。但大家就是 everybody is happy， 就是啊，对啊，就高兴了。大家不就追求这种快乐吗？对。包括这个后面发生什么呢？后面除了立鸡蛋，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事，给你们买那个棒球，哦，也是在那块买的，就是找机会，我就领导说你拎着几个不累啊？我说不，那不懂，那你不懂，啊、这个太重要了，这必须得买啊！挑一些棒球什么，还有就是那个爬雪山啊，中间也抽空去爬个山吧，嗯，然后同事都高反了，本来就高啊，对，是鹅高段本来就高，然后我呢。嚼了点茶叶，反正哦啊，东方树叶啊，嗯，感觉就嚼的时候还没觉得怎么着，嗯，很普通嘛，嗯，嚼完之后上劲儿，我跟司机我们俩都嚼了，就上劲儿了，哦，又换另一个司机，哦，这个司机也是一个就那种故事很丰富，哦，就反正简单跟大家讲，就是离过好几次婚，然后怎么老电工，然后就是浪子，然后干了很多工作，然后怎么那种肤色黝黑的那种印第安老哥，哦，但是很深邃，就是怎么说呢，长得就很有戏那种感觉，哦，就感觉
我就感觉你开车可惜了，你应该去网飞演个什么那种印第安人和美国人拿枪互相抡的那种电视剧，黄石，你黄石走了一个人物，你知道吗？行。然后我们俩就在雪山上一路聊，一路往上爬。然后另外几个那个同事就昏迷在车上，说不行不行，我操，头疼，上不去了。我们俩一路爬，爬还真还真让我们俩快爬上去了。然后我的就穿了我新买的绷袖，穿了个特轻薄的羽绒服，我操。然后我就里面穿了个薄秋裤，就没有做任何准备。边上那些来欧美的那种游学的孩子，武装到牙齿，你知道吗？在他们中间走着我们两个人，一路还拿西班牙语逼逼叨叨的，你知道吧？就可见，就有些茶叶是真狠，真狠，不喘了，我们俩都咔咔往上爬，好嘛。后来给我们俩拦住是什么呢？山上开始下刮风下雪了，你知道吗？那是不行了。后来我说，其实我觉得还行，我还能干。但是吧，我说是这样，我说不能让同事们等太久了。是，还有他们高反挺厉害的，赶紧下去吧。嗯，那就一路下走啊。对话聊得很高兴哦。嗯，思考人生太狠了。然后呢，这个厄瓜之旅就大概就是这么情况，就是干点活，匆匆忙忙的抽点空见点人啊。嗯。然后呢，唯一发生了一个很怪异的事，就当时我去的时候呢，这就是已经听到一些风声，就是说。现任的总统他的姐夫给他提供很多资助哦，当时拉索叫总统拉索，然后提供很多资助，然后这个姐夫又被发现和当地的黑社会有勾结，这个黑社会把持着瓜亚基尔港啊，相当于咱们国家上海似的，就是重要的港口，最重要的港口，第二大城市。然后这个港口里面他们怎么呢，把很多玻利维亚种的毒品什么的通过这个港口转运走，还有更难的国家的毒品。这整件事被曝光出来之后，挖出了一系列人。就是说本来有警察在查这件事儿，那么他姐夫帮着他这个怎么说？就是这总统上台之后吧，把这个调查给停了。这整件事被挖开了，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案。这个案总共起了一个特别酷炫的名字，叫 El Padrino。哎，就教父，教父案。后来我写相关的报告，我就感觉就是感觉跟写小说似的，你知道吧？然后，但这实打实就发生了。但当时就是有这个风声开始开始运作这件事儿，就整个各方面力量开始关注这件事儿。然后等我回国，就很有意思。咱们这期节目因为录的晚，对啊，到现在才录嘛，中间过了就小半年，中间发生了太多事儿了。今天我也没法一个一个给大家展开讲，反正就是说，后来这个案子最后导致了反对派。在没有充分证据情况下，依然发起了最凶猛的弹劾。然后这轮弹劾呢，这个总统看数了数票，拉索说：“哎，完了，这个发现票数啊对我很不利。如果真让这帮人投票了啊，高级就给我送走了。我决定釜底抽薪。他在还剩差不多不到72小时的时候宣布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就我也不干了，你也别干了。好吧，让老百姓决定谁来治理这国家。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他让军队包围了国会之后，谁也不许进去。他作为临时的这个政权的这个监护人，他可以以法令的形式，维持统治，一直到大选结束。这时候是还有这么几个月，他还可以把他之前要做的事给做完他再走。然后这时候就开始选情开始了。然后有一个叫 Biabicencio 的老哥，这人是什么都无所谓，他是哪个党派都无所谓，他干什么也都无所谓。我就核心讲一个他重要的经历，是他当过记者，调查记者，而且是很硬核的那种，在拉美调查黑社会和毒品。所以他早些年当记者的时候，就是仗义直言，说了很多狠话，整了很多狠活，然后成功的激怒了很多黑社会。是早些年他接受很多采访，他就跟记者说：“你们谁谁威胁我，谁谁威胁我，是吧？我都知道。我就说这个话。”咱们国家需要仗义直言的人，有种你们就来杀我。然后呢，这个老哥把握这个机会来参选了。其实他也不是热门的候选人，热门候选人是个左派的，他是个右派的。虽然他是右派，但是他反对的是毒枭，他这是核心的一个观点。结果就在他做演讲的时候被开枪打死了，被刺杀了。我靠，打了几十枪。哎呀。把周围的很多，就是他还不是说他在演讲过程中，是他演讲结束了，从一个中学的一个体育学校一个体育场出来要上车的时候，然后被好几个枪手同时开枪，乱枪打死，当场抓住了一个最重要的嫌疑人。这个人死在了被押送到警察局的路上。非常凶悍，现场光捡到弹壳捡到60多发，好，我这。然后
边上波及的有人，有警察，有支持者，就是哦，我操，等于好几个枪手同时开枪，哎呀，总共有7到8个枪手。那么最重要的那个嫌疑人当场就死了。好家伙，嗯，然后右派总统马上宣布全国进入60天紧急状态，嗯，然后呢，为期3天的哀悼。哇，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批评，他说是不是你们左派干的？是不是你们左派勾结了黑社会，然后整个厄瓜社会就陷入一种互相指责的状态？哦，我操！然后呢？更神奇的是，接下来这就是有6个嫌疑人，他们被关押在不同的监狱啊。然后呢，这些监狱同时发生暴动，把所有本案相关嫌疑人全杀了。绝命毒师是吧？我操！这。这件事儿就实打实的发生的，不是这跟《绝命毒师》里的情节一模一样啊！我操，高于生，高于艺术了，高于艺术了。然后，右派总统呼吁，请求美国，请求 FBI 和 CIA 来帮自己对抗毒贩。行。然后这个到这儿故事都还没结束啊？是吗？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那个时间点录这个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由于这个节目拖太久，他们才录，到现在又有后续的，就是。居然就因为这个右派的候选人在2轮投票之后一个很微弱很微弱的优势胜出了我操，就当时我分析这个事儿，我就这个操作是一个巨大翻盘，我就说我也不是乌鸦嘴，我感觉有可能右派可能要赢，当时左派在几十年没有执政过的瓜亚吉尔市地方选举赢了就是几十年了左派没在这个城市赢过，居然赢了，就是民心所向然后最后就因为这一系列枪杀，所有还有教父案，所有这无数条线索，导致共同导致最后这个右派以非常非常微弱2%的优势赢了，就赢下来了，就当选了。然后他当选之后，我很惊慌，就是说因为这个人他没有什么从政经历，这是个素人，纯素人，30几岁应该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然后他爹是谁呢？他爹倒是参加过好多次选举，但是是那种就是得票非常低的那种玩家了然后他爹呢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香蕉生产商之一，好嘛，然后这个人，这个最后当选总统这个人，他其实只干过1-2届议员，但是没有过什么很具体的施政的经历然后他上台前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为比亚比森西有复仇，我要重拳打击毒品和黑社会。OK， 当时以为他就开开玩笑，结果这老哥是玩真的就真的收紧了这个力度好嘛。然后在瓜亚吉尔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由于黑帮和警察会开始干起来了黑帮开始去报复警察黑帮冲进一家人，冲进去直接拿机关枪就扫射这家人是一对夫妻加3个孩子，最大的孩子7岁3个孩子全死父母重伤杀完之后。黑帮发现杀错了给错地址了，他们以为线人在这儿结果不在，我操，所以就是屠杀了无辜百姓。对，我操，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太对劲了我的客户就开始跟我说，最近如果你在这边你要注意，就别出去了，听说要绑架外国人什么的然后再后面又发生了就相当震惊我的一件事，就是一个我那天去的时候，我看感觉这些人都还挺平和，还挺好，挺 chill， 可以没问题什么的。然后又发生什么事儿？就是说，厄瓜多尔的主要的几个贩毒的派系和黑社会发动了一场总攻，火进攻了警察局、医院、学校、电视台、电台这接近政变了呀！然后总统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好吗？这我有印象这就已经不是紧急状态了。如果大家对国际新闻感兴趣的话，就你们回看1月份的新闻，厄瓜新闻就是这些事儿。是最荒诞的一幕是，恐怖分子冲进警察局，把一个警察吊死了，对警察尸体当当开枪。对对对对对对，把警察被拘在那个地上，缴了械。这个新闻我看过，特别 Joker 吧？对对对。更 Joker 的一幕发生在什么呢？就一个电视台还在工作中这事儿发生太突然了对，冲进来。演播室还有人呢他们拿枪指着让所有演播台的人坐在这个摄像机前面不许摄像机关对摄像机喊话谁啊弄你我操然后让那个主播让一个男主持人站在摄像机跟前去就是类似于羞辱他调整他的
衣领啊，系他领带啊，要给他什么呢？给他的这个西装前面那个胸前那个胸前兜啊，塞了一个雷管，好嘛，塞了一个炸药。哎呀，这来吧，你播吧，我操，我看你播，你不讲挺好吗？你接着讲，你接着讲，你就正常播。我操，不是这，然后这一幕因为摄像机没关，都被拍下来了啊。不是这不敢关，这下割团了，跟那个像你敢关，我就给你全杀了。我操，不关，这真的就是高于艺术了，太高于艺术了，太高于艺术了，特别不可思议吧？你们现在我跟大家讲这事儿，你们不信的可以回去去找一月份的视频，都不是我说的，这当时我都在国内看到的，人都麻了，街上的人就妇女儿童乱跑，然后车都开到那个车想从城市逃出去，开到那个逆行车道上都堵起来了，我操。一片混乱，这就在我离开这个地方几个月之后发生的事儿。这就是真是进入荒原，让你进入意识到这个秩序是可以瞬间崩塌的。对，如此脆弱，进入了一个未知的论域里面。对，真是这样。我操！然后我很难把这一切和我那段时间的经历直接的关联，其实它太怪异、太抽象了，是太像一部电影了，《Joker》是。太是那个了，但是你从你的亲身经历又能够联系到，就是说这些事儿确实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发生的。嗯，隐约能你能意识到，嗯，当一个几十万人的城市还没有饮用水和自来水的时候，嗯，加入黑帮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顺理成章，有点诱惑了吧？是啊，这就是基础的生活保障。嗯，然后但是这一切就是我们也不能说不知道。嗯嗯，我去就是为了做这些项目。嗯。大家都知道要发生什么，嗯，大家都在做最好的努力，嗯、然后对就发生了，哎，狠狠的就一个炸了，脱离你现实秩序、日常生活的一个铁拳，哦、狠狠的砸向你一罐可乐，这个可乐就是你的消费的那个，在消费中给你包裹的很好的那么一个东西，但其实它内压已经很大，咚一砸就炸破了，溅的这个房间里到处都是，哦，我这不是。我觉得朱老师描述的这种，就是对于我们大部分听众来说，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对，对，对，因为我们已经太过于习惯，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反抗或者吐槽秩序，你仍然是生活在一个特别秩序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嗯、就我描述这个事儿，包括我说那些视频，就感觉只能出现在好莱坞的片场里。啊哈，但就实打实的来了，就撞向你。嗯嗯。幸亏，所幸是我当时不是我当时已经回来了，嗯，是吧？我要是在那块我就不敢想象这什么概念，后续什么状态。是我跟中资朋友聊，他们就说买了很多饮用水和方便面什么的，嗯、就中资超市就躲起来，躲在酒店里不敢出去。天，或者把办公室用门什么锁上，就是拿那个椅子什么挡好啊。因为当时有暴徒冲进来，当时什么呢？暴徒提出来要抓外国人，逼政府把一些关在监狱里的老哥给放出来。哦。但这个事儿最后已经给平息了，但这就是让你看到了现实之外的另一面碎片。嗯、我的天、嗯！哎呦，行，我们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下。好。这个欢迎回来啊！我们这期这个游记呢，也是分两次来录的、啊、哎，有很多也是跟旅行有点关系。是的，每次录的时候都是因为赶火车，然后就上次录上一半就是因为赶火车，所以后半段录了一半。哎、啊，这次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场景。嗯，啊，朱老师这个游记还得继续。嗯，这个是应该是离开了这个。虽然对我们录制的这几个人来说，中间隔了恨不能一个月啊，嗯，但是对于听友来说，其实可能就是一段中间一小段音乐。嗯。倒也无所谓，反正呢、嗯、这是旅行、我们暂时告别这个厄瓜、嗯、然后呢坐飞机前往这个哥伦比亚。嗯，就是有一种每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对于海外一个特别遥远的地方，你感觉当你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应该能再回来，
就有一种，就我上一次离开哥伦比亚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行了。塞尤纳拉，阿迪欧。我每次从美国回，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就这么高，这么来。对，然后，所以呢，当你再回到这地方，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我怎么就是明明是个异乡嘛，但有一种迷之亲切感。我居然在异乡中找到一些熟悉感，对吧？有一种迷之亲切、迷之安全感、迷之亲切感。然后呢，站在那个博格大市的一座市区附近一座山上，嗯，正好云层这个非常厚。把这阳光给遮住了，然后呢，在云层中间有那么几个小裂隙，嗯，我就看到了类似于这个耶稣缸一样的存在啊，哦、就是一束光透过云层射在这个城市上。OK， 然后1000多万人口的博格大市还是熙熙攘攘，然后这个博格大1000多人口，对，不小，嗯、好大。然后机动车、人、灰色的房子构成了一个海洋，嗯、然后那个光呢、嗯、洒在上面，哎呦，洒在那个道路上、嗯，车的那个反光的那个金属的车身呢，就像那个大海上的那个波光粼粼的那个感觉、哎、嗯，然后随着这个光逐渐移动呢，感觉好像有一头金鱼啊，有一头鲸鱼在这块露出它的背、哎、啊，在这个阳光下，很美。反正你感觉呢，这个城市有点陌生。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多了一两栋楼、嗯、但是给你感觉还是那样，嗯，博格大人民还是很着急很忙很累，嗯，折腾的。然后我呢这趟来呢主要是也是为了去看我们之前等于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做的第一个项目它落成了，哎呦，然后所以我还不能停留在博格大，简单的见了一下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然后我们就立刻前往麦德林。嗯，麦德林这个地方我之前几次是要计划要去的，一直没去了，直到这一次去终于是看了麦德林、嗯、麦德林这个城市在我的幻想中啊，一直是一个怎么说的带有别样色彩的，也主要是它跟那个毒枭有关系、啊、是它是在这儿发家的嘛、嗯、然后呢但是呢很忙活，也没顾上去市区里溜达、哦、等于是机场一落地马上就车接上我直奔项目现场就去了、嗯、很忙，结果特逗，这一路呢接我那车就晚了得十几分钟，我说这什么情况，到了之后呢跟我说是这样，就是巧了爆胎了，车从项目现场开过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项目现场那个路啊接到市区里还是不太好走，得派那个丰田那种 SUV 什么的，就是通过性比较强的那种车，结果来的路上就爆胎了，爆胎了换了个胎，小伙子说浪费点时间，接上我之后呢也不废话，先开的一个小饭馆先吃上饭，吃两口饭见到当地的那个项目上的人，说咱们下一步就直奔咱们项目现场，好，往那个山里开呀、啊，因为我那个参与那是一公路项目吧，那公路项目它不是说直接接着市区，它有一段老路，哦，那段老路的维护水平显然我觉得就不怎么样啊、哦，而且当年呢就是都是盘着山走的，没打什么隧道什么的，哦，好家伙，加上边上这山体也比较破碎，地上很多小石子儿、哦，居然让我赶上又爆胎，好家伙，又爆一次，一就等于落地麦德林没多久，三个小时再给我爆两次，爆两胎，行。好在那司机也非常淡定，跟我说没事没事，车没事。我说啊、嗯、行。唯一不好就是没胎了。哎，对呀、啊，这一个车上能备几个备胎呀、啊？是啊，就一个推着走啊。停下了，嗯、停下了。我说这他妈也不能，是、啊、咱也不能杵路中间啊。是啊，看了多少交通安全，每天多少人死在这上头了。是，因为那路大卡车也走，你知道吧？哎呦我的妈！而且它是有点拐角那个位置。嗯，我操。所以我就说那不能待在这儿，我就往太危险了，我说拉着我那同事，我说这样，那个司机守的这块，嗯，把前面一个工程车喊回来，哎呦，给他上面还有一备胎、哦、给我们用，但是他开的快，哦，已经在前面了、哦、先给打电话，山里信号也不好、哦、好家伙，他等他接上我们电话回来已经过半小时了，你想吧、哦、这就折腾吧，是好家伙，然后我就拉着我们同事就说咱不能再站在这块，我看过视频大概率给咱撞死了，哎，是，一时间就去了，我们就那个去了那个边上一个路人的家，哦，他们那房子呀就农民，当地农民就是确实穷，咱们说实在、嗯、就可都找不着平地儿盖房子、哦、找了一个小、哦、小小的一个山崖边上一个小块平地儿、哦、盖了个房子，人当地人还是很友善的，跟我小伙子跟我聊天、嗯、其实他这些年见到的外国人也很多了、哦、因为来这儿修路的人嘛、哦嗯、
跟他坐着聊聊天，人很好，还请我吃香蕉呢，他们家自己种的，哇，小香蕉。我就问他干嘛呀，在这儿？他说指了指山沟子里的一些植物作物，他说这个、这是我们家的香蕉，这是我们家的咖啡，我拿着点咖啡来看。我同事没见过鲜的咖啡的豆儿。那个果子，显得他没见过那东西，对，乍看之下红红绿绿的，像西梅、啊，挺鲜艳的、嗯、啊。然后呢，那个咱们喝的咖啡其实是把那个外面那层果肉果皮给打掉，还得烘呢，这些呢。你吃的是里面那糊，其实对啊对，咱们喝的是那糊。嗯、很腼腆那个小伙子。然后我同事就说没见过、啊，没见过这个就是自己种咖啡的、哦、什么样的，而且当地的那些。就是很多土地啊，其实说实在的，肥力还凑合，你种点经济作物还凑合，主要是收割起来特别费，特别费劲，因为它是山坡上。我跟我同事我们俩说，这人怎么采摘呢？是呢，因为我光看我就觉得费劲，就是你要光让我爬上爬下的费劲，什么林间管理就田间管理就更不可能了。是啊，但反正这就是当地的，咱们说很多普通人，就是说哥伦比亚。将近5000万人还不到，那么除了生活在麦德林、博格大的那可能那1-2千万人，剩下还有很多人是什么生活状态？就是我说的这个状态。你要么挖矿，你要么种东西，要么养一些牲口。养牲口还需要土地，哎，是平地少的地方，你想养都没机会，是吧？不，嗯，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很穷。嗯，在当地呢，接着我们之后呢，就继续往前走。一路走到那个，他们项目部的一个营地，就跟我们聊一聊，就说这些年不容易，嗯，因为我刚入这个行业，开始干那是2018年，哦，2019年呢项目谈成了，说开始做，然后2019年后来你们年末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用说了，是大家都知道了，哎，这3年都不容易，是3年里什么事儿都经历了，接下来咱就聊他们经历这些什么事儿，很荒诞。比如说当地关于治安的事儿，嗯，当地关于治安的事儿呢，就说，首先他们收到一封威胁信，哦，呵，说是当地某某游击队，啊，说要干你们，哥儿俩，干你们呢，说是这样，你们呢，立刻停工，哦 ，OK， 然后交一大笔钱，否则呢就干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这么直观呢？哦，我操，而且他们不是开玩笑的，啊。因为我当时路过有一个地方停了一下车，嗯，那个这块是有一个滑坡的问题，嗯，就是有施工的护坡垮了，嗯，下大雨下了，停下来，那个项目经理给我们讲讲说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是新的方案是怎么走的，有一片平地，我们停在那片平地上，我就说这片平地是怎么回事呢？嗯，挺平的，因为上面还有一些水泥的柱子、桩子什么的，哦，我说这是干什么的？这是收费站吗？我不记得这有收费站啊。嗯、他说啊，这是这样，这本来有一个检查站，嗯，是军方的。OK， 这是本来有，嗯，那现在呢？是被炸了。我操，炸了呀！啊，不是说那个，你朱经理，你是站在一个废墟上面？好家伙！啊，the rest of it 啊，行，嗯。哦，我说哦，明白了。我说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沟子，就是两个水泥搭起了一个台子，中间有个槽，是显然是原来部队在这修车的地方。哦哦，把地表建筑整个炸没了，行行行，这就游击队干的啊。好好好，你就明白，就是说修路呢，它代表了一种新秩序。哦，来到一片没有秩序的土地，也不能说没有秩序，就是丛林法则的暴力秩序的这么一个土地。哎，《换大部分二》就讲这事儿是吧？哎，到今天这个故事还在发生，还在发生，现在还在。我们回到那个，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游击队威胁他们这事儿啊，也得要求停工。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你不敢冒险，你知道吧？你不敢尝试。这个事儿发生在中国，大家就一笑，马上就报警完了，对吧？你不敢冒这个险。但是呢，当天呢，就说沥青这铺了一半啊，你怎么，你不能不管啊？对啊。对吧？这沥青这个东西，做土木都明白。你这个材料你它没了，它是热乎的，它是加热的情况下它是液态的，对吧？对呀、啊，所以就说是这样。中方呢就说啊、嗯，你看啊，现在沥青铺一半，嗯，我也理解你们很着急用钱，各位好汉啊，咱就是说能不能让我先把沥青给铺完了，
咱们再谈，再商量，再商量勒索多少钱了吧？你、啊、是游击队呢，还忽然就讲人性了，通融、啊、了一下、啊，就说呢，要不你们先把这沥青铺完了，咱再说。对，那、哦、我还真能商量。所以游击队来的时候，看到工人还在那儿铺沥青、啊，说你们是他妈的怎么着？怎么的不要命了、啊、不信我们能炸你是吧、啊、工人就解释就是这沥青没铺完、哎、啊然后就得说行那你们先铺吧就在游击队的监理下、嗯、他们把这个游击队监理嗯对行行行行然后呢后面中资呢也投桃报李就是后来的发生一些事呢就是说当地游击队 有一些村民的房子不好呢、嗯、然后中资就帮着、哦、就是游击队说你看你反正你们对于你们来说这工程施工的不是小菜一碟小菜一碟嘛啊你给我把这条路平一平行啊因为土路很多时候它时间一长它就跑走了嘛 啊对吧或者房子漏了你帮我什么一下啊帮我弄点水泥、哦、对吧就这种事儿不是不能做不是不能做这种事儿发生了好几次呢发生过就是有当地的小混混嗯和律师勾结起来啊、嗯、给骗中方 哦其实他背后没有一队哦、嗯，他过来吓唬你，哦、敲诈你，要挟，哎，要挟你，嗯，行吧。这种事儿发生过，然后最狠的一次呢，给我印象最深的，给我讲了好多事儿呢。最逗的是，这个修桥啊，这个打洞，你肯定得有炸药，对啊，对啊，这个很正常，对吧？是啊，那炸药都放库房里，嗯，就有这个游击队的人呢，偷偷趁着夜里啊、哦、溜过来，他倒也不是偷建材什么，他就。奔着炸药来，我操！好家伙，有三个持枪保安，热情似火的、都被摁住了，啊、给绑上了。绑上之后呢，炸药就拿走了。嗯，好汉们到底是要干嘛？咱也不知道，咱也不知道，咱也不知道原计划是什么。嗯，反正炸药拿走之后呢，可能好汉们过了一段时间啊，嗯，就发现可能用不上。不是，然后呢？这么随性的吗？啊。咱就说这个，你都当土匪了，可能确实有时候计划性不强，我觉得班子没商量清楚，反正也能原谅，可能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拿了这么多，嗯，说要还啊，哎，不是他，你看啊，他不是一种，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完全对抗的状态，这是很微妙的，是人和人的关系，是对吧？要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这回，嗯，是吧？然后呢，就托人捎话，嗯嗯。说山上几位头头，这炸药用不掉了，对，您拿回去。中资，你们要不拿走吧？嗨，我操！中资说我们也不敢去，可不是吗？谁敢啊？再被你扣着俩人呢？是啊，说要不请山上好汉们把这炸药还回来，你送下来吧，你们送下来吧。嗯，好汉们说你这人怎么这样？给你脸了是吧？哎呀，不错，大哥，啊、不错。而且呢，中资说难整，但反正这件事的沟通问题在于，中资说我不闲的事，这事儿不是显得我跟你的合作吗？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炸药它本来就是我的？虽然我报警了之后也没人管我，啊、而且我觉得就以之前连检查站都炸掉的情况，我觉得条子一听说、啊、是吧？啊，他们有炸药了，要不最近我就提前退休，对，啊，不退休就报销了，可能、救命！反正就是双方你来我回的就这么。扯皮，嗯，后来有人出一主意，说要不你们偷偷还回来，就互相给点面呗。嗯、哎呦，我的，反正最后这事儿没谈成。哦、嗯，最后怎么办呢？说中方给出一主意，嗯、说炸药要不你们给烧了吧，当黑火药那么烧掉。烧了，哦、嗯，懂了。但是呢，这时候已经惊动当地政府了。哦，警察部门没说什么话，环保部蹦出来了。啊，说这个会造成污染。当然了，这首土不是这事儿，你能不能他妈分清楚轻重缓急啊？那环保部门提这意见也不是谁问你了，咱就说嘛，对吧？啊、谁问你？谁问你了？不同意啊？不同意。最后这事儿怎么处理的呢？啊，找花点钱啊，请了当地警察同志，找机会呢，指定地点回收了一下这批炸药。OK 啊，这事儿就过去了。嗯、啊，这就是荒原中发生了无数的故事中的一种。对，就是。人和人相处，这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魔幻现实主义了。人和人的相处，人和人相处就是这样，他就是，哎呦，他就是，并不是说你死我活的，有你死我活的时候，嗯，但还有时候会陷入很多奇奇怪怪的情况，对，很奇怪的人情利往。再比如说吧，那么我们中国企业去了，肯定要干好事儿啊，嗯，倒也不是说干好事，而是说你来了吧，
你是一个什么身份呢？嗯嗯，你是代表了一种建设的能力。是的，这种能力在当地是很罕见的，哦，懂吗？嗯，其实纵观人类历史上，有轻轻松松修一条路或者盖点房子的力量都不多见。确实，对吧？那么中国人来了，就说，为了跟当地这个疏通关系，搞好关系，嗯，除了雇佣当地工人之外呢，嗯，也给当地人修了点东西，嗯，比如说盖个小房子，这就图书馆，嗯，再盖个二楼，这就小博物馆，哦，是，然后再给你修个小足球场，嗯，这其实都用不了多大劲儿，嗯，但是当地人就是特别感激你，特高兴，所以我们在路上，当地老百姓是对我们是特别友善，哦，打招呼、聊天什么的。包括呢，发生过一些事儿，就是说他当地的很多力量是很弱的，这种市政管理能力非常弱，建设能力很弱，嗯，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洪水出现了，嗯，把这个小村落附近的一个小村落的这个路给冲了，哦，冲了之后呢，他是这样，他不是说完全冲坏，而是说上面漫了一层淤泥，哦，这个淤泥把路遮住之后吧，这个淤泥啊，它很难干，很难固化，是的，对吧？你的车就进不去了，嗯。那这个全村这个跟外部交通就这么一个车一条路，直接断了很多食物什么的，哦，我操，得这么运，哦，所以是生活基本资料保持不了，对，所以当地又请中国人去看，用那铲车给我刨几铲子把这个淤泥清掉，嗯，然后呢再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有路被阻断的，被划破，整个山划破，这个就更大规模的了，就不是淤泥的问题了，那么就导致什么呢，导致有这个货运的这个车呀，车上运着牛的，嗯，给牛就活活饿死了，啊，因为这种大规模的饿死，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恢复交通啊，用了比如说十几天，牛十天之后就饿死了，嗯，草料也不可能送过来，是，啊，那接下来就讲到一个更怪异的一件事啊，更怪异的一件事，比如说就是随着这个建设过程中又会形成一些很怪异的小的生态，哦，比如说在一个小村子，那么你这个桥比如高架的，嗯，你高架的一个柱子，对吧，对，柱子很高，要把这桥支起来，对吧，在两个山之间，嗯，那么这个高的柱子要打一个很深的基，是啊，嗯，咱们都知道哥伦比亚号称黄金之国呀，哦，对啊，那你这个不就打这个桥的这个柱石这个基础不就挖坑吗，对，嗯，挖着挖着可能就有金子，不是，哦，对吧，哦，那你肯定是先挖坑嘛，挖了几个坑先打出来了，当地老百姓呢就主动拿着筛子呀什么去筛那个东西，去筛那土，哦，因为一般他们自然能力啊他挖不了那么深，哦，反倒真的会有些，你等于先给他打一坑出来，中方就是施工肯定是一批设备先进来先把这个阶段的活干完，对，啊，后面再来别的设备再干后面的活，对，啊，对对对，所以坑都先打好了，嗯，你也不可能24小时盯人看着呀，是啊，那村民就过去就筛那个筛金去了，筛土淘金去了，哦，不是，然后呢这个十里八乡的咱也不知道怎么消息就忽然走出来了，嗯，说真有人筛着了，嗯，OK，啊，他可能那个金含量非常低，对，但是村里反正架不住也没事可干，就闲着没事，是是，发动全村人出来逃来了，主要还是个没事可干，我觉得，嗯，而且就甚至带动了当地零售业了，你知道吧，很怪，就是形成一个迷你生态，哦，然后当地人都来都淘金来，但是淘金导致什么呢，嗯，当地这种抱这种淘金想法人一多就玩命挖这个土啊，就又形成滑坡了，哎呦，哦，因为你废话，你搁山沟子里挖那个山脚可不滑坡吗，对吧，你说对，所以说那牛是怎么饿死的，明白了吧，啊，行了行吧，大概懂了，圆上了，哦，这都能圆上，而且你要想为什么就是说工程队去找警察不来，嗯，废话，检查站都炸了，嗯，警察说要不你们路修通了我们再来，我他妈全圆上了，对吧，所有要素全合了，哦，全他妈闭环的，行行行行行，嗯，当地老百姓对你确实很友善啊，是啊，那可不嘛，你还想咋样啊，除了踢球看书去逛博物馆还能那什么，是还能淘金子呢，可不是吗，嗯，多有意思吧，是是是，哦，然后那个包括当地有那个施工当地临时找的工人他做工啊就比较糙，那，嗯，可能也不是学这个，人家立功，嗯，监理呢就是经常指责他们，就说你得戴好安全帽啊，哦，你得把安全带系好啊，安全绳系好啊，毛子在一起，嗯，这就急了，有时候啊，哦，这怎么急？村民说：“我爹妈都没管过我。”好，你谁呀，啊？好，你戴个白帽子你就了，说的对，说的对，得了吧，嗯，看我揍不揍你？行行行行，
这也是当地的经理跟我说的，揍的监理都不敢去留级公园。哦，能给监理打的不敢去。对，行啊，嗯，行。就是我当时在国内管这项目呢，就是，我每个月也会开一些会，嗯，听听汇报啥是吗？很烦，半夜爬起来，因为迎着他们那时间嘛，哦，是，跟当地的这个 EPC 股东啊什么乱七八糟聚一起开个会，嗯，会给我两个报告，一个叫 technical report， 一个叫 SE report， 嗯，一个 technical report 就是技术报告，就讲我们在施工上面临什么困难，嗯嗯，SE report 的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哦，就是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嗯，这些报告里面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嗯，因为你坐在办公室里，窗明几净的，是的，中央空调，嗯，比如说有两个年轻人被当地黑社会骑摩托车过来打死了，啊，工人呢怎么在这个淘金老百姓挖淘金坑里摔死，不是这种事儿，你读完之后吧。你也没什么好说的，对吧？你也没法 comment， 你就只能说咋说呀？说啥呀？要不你们就用力吧，好吧？用力？什么叫用力呀？抓紧把路修完了，别他妈整的，别死人了，嗯，行吧？就是嗯，反正就这种事儿吧，频繁的发生，包括下雨下多了，滑坡，嗯，包括对滑坡这件事儿，我以前没有概念，什么叫滑坡？是滑多大是个坡？嗯，顶多玩过滑梯，反正是到了之后好。这个就这个问题，这个话题也很复杂。嗯，简单来说呢，就大家理解就是这个自然界中的土啊，嗯，它如果没有形成一个说，很多草木给它固定住，植被给它覆盖住，说甚至说有植被覆盖住，也没有。它由于那个角度，还有这个结构，就决定了下大雨的时候它就会往下垮。嗯，是啊，就是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人干预不干预，它都是要垮的，都要垮的，有些山都是要垮的。嗯，啊，这跟它地质结构有关系。OK，如果是石头山，大石头很稳定，嗯，那就行，嗯；如果是有石有土，或者是很多小碎石构成的山，嗯，它多数时候是没事的，嗯，一下大雨就出事儿，就是，嗯，啊，尤其这但凡出事就是大事，尤其这几年厄尔尼诺现象增强了。哦，是，整个南美洲这个降水在变得越来越集中。哦，这它本来应该是个热带雨林气候，它，嗯，应该全年都有雨嘛。朱老师第一次讲，还不说嘛，就是它现在下雨，对，它现在变得越来越集中了，完了，嗯，啊，甚至导致最近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都出现大规模停电的问题，嗯，就是因为他们依赖水电。哦，那么由于你的降水集中了，不稳定，所以它就供电就不稳定了。我天，那么导致他们的这个滑坡是经常出现，那么他们就要怎么解决呢？就当地人的施工的思路啊。是比较简单粗暴的，拿一些那个钢丝啊，那个钢筋那个网啊，罩上，把这山罩上呢，然后呢，拿一个那个喷那个，就类似于灭火那种喷枪，嗯，喷水，它就喷水泥，哦，往上浇这个水泥，然后依靠这个水泥和这个金属网的构成这么一层纸给糊住。这种我在国内的就是一些高速边上或者偶尔也会看见，但是老工艺，其实，嗯，咱们国内正经的。护坡的工艺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说，把你这个路，把你这山啊，嗯，给它改的那什么一点，缓一点，改的缓一点，哦，主动给你改缓一点，啊，这样就避免对，再通过什么花岗石啊什么，就无数给你改成无数个小三井辫，啊，对对对，啊，是吧？咱们国内的路边建那种，这是比较先进的工艺，嗯，但是当地人也跟我讲，就说沟通中，当地人不接受我们这套。哦，不施工理念，哦，而且认为你这套施工理念呢，就是说成本高，肯定是我们这个复杂，成本高，啊，是，但是我们这个是从更长远角度去看的，是的，所以这个路段呢，就是用了他们当地工艺，哦，然后就垮了，是，所以当地中国人就跟我说，这工程师跟我说，哎呀，很烦，就说你说这边又穷又傻，怎么还妈不信呢？后来最烦的是他们中间还用了一些别的几个工艺，我就不一个给大家展开讲，嗯，反正就是垮。就是类似的这种技术性的问题频繁的出现，以至于最后中方急了，派了一个专家团队过去，把当地的那个承包商的那些人给喊过来，开了个班儿，给你们讲一讲啊，土木基础，好吧，给你们上上课，好吧，让你们明白该怎么，甚至有那么一小段路，他们还给盖了一个示范性的，哦，这个叫做打样，这叫做中国标准，懂吗？中国护坡是这样的，嗯，行吧。但是各方呢，就是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慢慢理解了，明白了。嗯，但是没钱，也没钱，就不干，就这么着，干不了啊，干不了。哎，而就这么一个情景，嗯，所以我
就是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这些报告呢，和我实地走访去见的这些工程师跟我诉苦，嗯、看到这个东西，嗯，滑坡滑成什么样，嗯，半座山下来，小半座山下来在你面前是什么样，直接把你修好的路直接给你罩住，罩是什么概念？你真走到现场你就明白了。好家伙啊，自然伟力是吧？就是没辙，你一点脾气没有，嗯、啊。然后我问怎么办，这滑坡，然后那中方工程师说，行，滑反正滑完了，反正滑完了，安全了。嗯、因为它现在形成了一个没有缓坡势能的这么一个，对吧？缓坡的，嗯，行，行，接着干吧。嗯嗯，然后呢，就最后再讲点这个趣事啊，当地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刚才说的一个小博物馆，就是说，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当一个先进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这个施工力量进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进入到它这个相对贫困原始的区域的时候，嗯。我们就好，就其实就相当于是一波探险家一样，哦，发现什么这个真不好说，哦，是的，就是你在施工中首先会遇到两大类问题，嗯，一个是动保环保，动保植物保护，嗯，动植物保护，还有一个呢是文物古迹，嗯，哦，你只要打坑，你总能挖出点东西来的，确实，先说这个动保的这事儿啊，做的中方现在做的非常好，哦，记录当地的生态。哦哦，就甚至当地人都不知道去记录，是我们的人到了，中国人到了去记录它。这儿我们发现了什么动物，拍照，甚至设置红外摄像头拍这些动物的栖息地的数量。哦啊，然后甚至呢，我们直接制作一本书，一个册子，就是以这条公路相关的沿途动植物分布，包括珍稀的动物、植物都在记录上面。包括照片，包括去施救，去救一些这个野生动物。我操，这种策略就干到这种程度。我们现在做这么复杂，我改天我拿给你，给你看看。哦，这国内有没出版啥的？这不会出版，不会出版。我操，这他妈也太给劲了！这你明白吧？就是相当于《怒海争锋》里那个大夫到一个岛上，是吧？说是来打仗了，其实顺便把所有活全干了。嗯，是啊。再比如说啊，文物部分咱们就说了，嗯，在当地挖出一个印第安人的古代墓葬。哇，嗯，这古代墓葬特别神秘哦。为什么我觉得特别神秘呢？就他们当地中资的这些人，工程师嘛，都是些学理工的嘛，嗯，对这也不感兴趣，看了也就看了，没看出什么味道来。嗯，我一看，我正好那段时间我刚看完《简商》，你知道吗？哦，我一看慌了。慌了可还行，就是商朝人有些丧葬习俗，哎，这是我操，完脸上买小孩，比如说腰坑葬狗，好吗？这回阴商舰队马甲正不使了是吧？真来了，啊，真的，我操，真来了！我在那博物馆里看着了，小孩儿，埋里头，边上是一小豹子，啊，哎呦，腰坑葬狗，我都慌了，哎呀，完了，我操，完了，是真事儿，是真事儿，我说这，哎呀，真是阴商舰队啊，阴商真有舰队，我操，整个人慌了啊，哎呦，我了不得了。我拍了几张照片，马上传给咱们国内几个同志们啊，研究研究吧，啊，是吧？看一看吧，好吧，啊，我跟你说，搞不好就是华夏移民，太种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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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了不得，我了不得，哦，还能有这样的？一看到这个啊，一看到这个，很震撼，哎，我操，结构都类似，你知道吗？哦，是我，嗯。当然这也可能啊，我们往戏剧性的说啊，马伯庸说对了，哎哎，往那个人类学上讲啊，很有可能是一种相信可能就是一种偶然的偶然的共识性，因为你人类的生产力在那个阶段可能就是那样有共性的，有共性的，嗯，但是还是很有意思，很神秘的那么一个，但居然这是修路，震撼了我，修路带来的，居然这是一个他们算是副作用，对，在修路过程中挖出来的东西，嗯，结结实实摆了一屋子，嗯。就那博物馆都修小了，你知道吗？哦哦，有点摆不下，摆不下。好家伙，嗯，这嗯，然后养了那么几个研究员，嗯，去研究这些挖出来文物。嗯嗯，天啊，很有意思。嗯，再比如说工程师，嗯，工程师们住在哪儿呢？住在一个营地里。我遇到两波工程师，啊，有一个在项目前线的，他们那个地方特逗，他们住着离施工面特别近嘛，他们那个，啊，就有各种集装箱哦搭的那种垒起来的哦。然后搭了一些砖墙，主要是防小偷，简易房，房子正经盖子还行啊，食堂啊什么会议室都有哦，主要是集装箱，因为当时呢很多设备运进来，嗯，靠集装箱来嘛，这集装箱就放那儿啊，是
就成为了这个营地的景观的一部分。嗯，我一进去，我说这我太熟了，运输船。可以可以，音乐都想起来了。行行行行。啊，然后呢？行，你说的都对。还有一个营地呢，是更固定一点的，靠近当地村镇的。OK，、嗯、他把一个这个小的酒店就包下来了。嗯、住的人多嘛，哦、包下来了。然后呢，在酒店里住，酒店周围全是大山，全是周都大山。然后我早上起来呢，看云雾缭绕，然后就这个雾呢就逐渐蒸腾，哦，逐渐往上升，升，哎、往上升。嗯，然后呢，鸟就叫。嗯，然后早上我就散步呢。看篮球场上云蒸霞蔚，嗯，两只秃鹫，在那溜达，我真没见过，就是我没见过野生状态的秃鹫是什么样的，很大，哦，但是走路很笨，哦，它只能跳着走，哦，啊，它也不怕我啊，好，就溜达，啊，嗯，你也溜达，它也溜达，我也溜达，它也溜达，行行行，很神秘，就是人和动物的相处是一种很。就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的状态，嗯、和平了，自由，很平静，啊、peace。然后呢，抬头四顾，云海茫茫，嗯，然后山偶尔在云间就是冒出来一点，嗯。然后呢，这个狗呢，这镇子上的狗，小镇子上的狗，睡姿都特别，哦、特别放肆啊，四仰八叉，就是四仰八叉躺在路中间睡，但也没有车，啊、是这个点也没有车，就所以相对还是安全的。嗯、对，当地人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后来那个，接我要走了，要离开这地方。嗯，司机跟我说啊，说这个狗啊，你要小心，有些野狗啊，它也睡在马路上，哦、你如果打搅它，还咬你呢。呵嚯！我说哦，那怎么办？那就说之前营地里有人被咬了，哎、哦，工程师，中国人工程师被咬了，咬了之后呢，赶紧找大夫说打狂犬病疫苗啊。嗯，大夫问说是哪只狗？啊？是为什么呢？说是给人打疫苗啊，太麻烦了。当地主要思路是给狗打疫苗，不是狗咬完你之后，然后你要冒着得狂犬病风险，然后再给狗打疫苗。嗯、其实这么着也许划算一点呢，我也没算明白这账，经济账是吧？嗯，但是是哪只狗？你给我描述一下。嗯，怎么会有这样的故事呢？这么一个状态，挺好。最后我们就是坐在另一辆。小汽车上，司机开着我，拉着我，我叫司机开着你，司机拉着我呢，我们就准备离开这个镇子，行，兜着这个圈儿，盘着山离开。然后呢，司机一路听那些没调的南美歌。为什么我有时候不是特别喜欢听南美音乐？因为调都差不多，曲调差不多，砰砰恰恰的歌词你最好就别懂，哦，懂了非常粗鄙，反正，哦，主打一个那挺好，主打一个生物性是吧？完全脱离高级区，太好了，这太好了，就点事儿，行。然后呢，司机跟我说，嗯，说我说你跟中国人这儿干多久了？他说干了多半年了，嗯，我说你喜欢跟中国人去干活吗？嗯，他说特别喜欢，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说他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小镇子，哦。然后呢，给中国人开车是他第一次离开这一片哦，然后抵达麦德林啊，哇！然后我就意识到呢，就是说，就结合我前面所讲的所有这些事儿，你就能明白，就是我们来到的这片土地，它有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秩序，已经很久很久了，是，而且呢，也很难改善什么，嗯，但是我们的力量到来之后。它会焕发出一种全新的生机，嗯，这种生机是我认为是它是非自然的，嗯，没错，它是非自然的，是的。但是人的自然属性并不能带来很多美好的东西，啊，是，嗯，人的自然属性会限制人，对，对吧？我们生老病死这些自然属性，我们的这种社群性，我们这种人类学这些心理的这种特点，都会限制人，它都会限制我们，嗯，是真正让我们克服这种自然属性，克服外部给我们的阻碍的。是挖掘机，是铲车，是炸药，是工业的车，是知识，嗯，是的，对吧？所以就是这种力量来了之后，我现在是非常乐观的看待这件事儿。嗯，就我和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国内很多做文化相关的这种人，就是一说到南美啊什么，就是说啊要保护这种生态，要他把这种保护生态的这些东西全都和。什么文化主题、文化话题、生态话题和经济话题都结合起来，
混成一锅粥来谈，就好像强调这个地方原始生态原来的样子是多么的美好，但我觉得这在我看来这是不成立的。嗯，就是我觉得当我们涉足一片荒原，我们在这块打下第一根桩子，嗯，我们带来的力量所营造的东西，我认为还是积极的为主。嗯，因为我眼睁睁看到他们就是快乐。嗯，就是无论你淘金也好，还是说给中国人开车也好，嗯，就是一种积极的改变。是，这些人的人生经历一下就被丰富了。他又有足球场啊，有图书馆，那图书馆里面放着都是儿童图书，各地捐过来的。你本来可能这些书也有人想到要捐，但也不知道放哪儿。是啊，但我们用我们的工程器械的力量，就给你造一个图书馆呗。嗯，窗明几净，你可以来这看书。是的，是啊。这不就是工业能够产生好事儿吗？工业是人的工业，对。所以就是说，我个人对于荒原这种野蛮的这种意象的欣赏啊，我觉得它和人的力量它不是对立的。嗯，人来能让它变得更好。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奇怪，这个事儿在我们整个现代的价值观中被越来越边缘化，这种观念，嗯，是被和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就捆绑起来了，对，好像人一旦来了，我们就不再纯洁了，我们对对对，失去很宝贵的价值。我个人认为呢，就这种反思可能有点过了。嗯嗯，当我真正漫步在那块的时候，我看那两只秃鹰在街上散步，嗯，我觉得也很难说他们不喜欢柏油马路，可能他们很喜欢呢。是的，对吧？嗯，除非你告诉我他们，您这想法是有点道理，有点道理，嗯，对吧，嗯？而且我觉得那狗在那马路中间睡得也挺开心的，是确实，对吧？嗯，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嗯，最后呢，我就在车上听着爵士乐，跟着这个司机，因为我说你别放你那逼玩意儿，这车能接蓝牙是吧？忍不了是吧？有 CarPlay 是吧？啊，把那线给我，竟然放我爵士乐，这个叫 Chet Baker。哎呀，哎呀，雅，跟我说 Chet Baker 是谁啊？你甭管了，老白男，没事喜欢。搞点同性恋吸点毒，反正给自己搞死了，但是他吹小号行。哎，然后我们就一路听 Chet Baker 吹号，然后就是，嗯，晃晃悠悠的就回到机场。哎呦，最后哥们儿跟我下车跟我握手说 Muchas gracias señor。 哎呦，me gusta la música de Chet Baker。 哎呦，我喜欢 Chet Baker 音乐。哎呦，我说行，那挺好挺好挺好，听听挺好，走了，啊，走了，就这么着。所以就是这就是我对最近一次去出差的一些体验，就是一些观察，深入荒原，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嗯，体悟。对，就是如果你能从中获得一点思考，是吧？嗯，我觉得也很好。当然，我也不指望大家去，我建议大家别去，没事。不指望大家去，我自己去完都犯嘀咕，我说怎么能爆胎两次呢？后来我同事说，这不正说明咱们这条路修得有必要啊。也对，也对，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嗯，拉美故事是吧？是，估计以后今年还得再去，还得去，还不一定遇到什么。是呢，嗯，我主要是没想到，我记得让朱老师分享这个事儿，是我们聊起一个话题，就是荒原这个事儿啊，对人类文明来说，其实挺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母题。对，嗯，就感觉人吧，对这个事儿呢，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看法，你感觉离它远的时候。对，然后离他近的时候，啊，主动或者被动的踏入其中，或者是需要改造他的时候，就人是完全就看待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嗯，包括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距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对吧？嗯，就是什么淘金啊，嗯，赶牲口走在大马路上，什么这些，就是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不，并不遥远。是的，嗯，就我们当代的，尤其我们集合听友的这个阶层，嗯，这个群体，嗯。其实很多人我估计已经距离农村都很远，就不说野外的农村你都可能很少涉足其中了，嗯，是的，对吧？它那里面所包含的野外它有一种独特的残忍的逻辑，嗯，就是挖一个坑就会有人来淘金，嗯，这件事儿其实在当地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哎，但我们现在人生活在大都市里觉得很少有这个概念，啊，对吧？但是它就是实打实发生了，嗯，对吧？它就是说文明实际上我认为是在地球这个大荒原上点起了几处篝火而已。嗯，大家不要把我们人类的力量想得那么牛逼，你还没有那么牛逼。是的啊，其他地方呢，就是生活逻辑或者是那个规范，嗯，其实
它也许更贴近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是人的本来面目的东西。你就实打实的意识到人类只是在几个据点里面，对，用水泥石头沙子，嗯，建了一点东西，发了点电，蹦个迪啊，是因为当地人对他们来说最直接影响就这点事儿，蹦迪，蹦个迪，看个电视，看个球，你要能修个足球场就更好了，还能踢会儿，是啊，就这，对吧？那大多数时候，你别说这个，就是说想越个山都费劲，就是我们那个路还没完全，还没真是正式开通，但我去那天就频繁的有那个当地村民趁着那个就是没看好自己骑摩托溜进去，因为对他来说能省好多时间，省一两个小时，就是想用，就是想用啊，因为你有隧道啊，这很直接，是的，你有那个架的桥啊，能给他省好多时间，哇，可高兴了，一个摩托坐四五个人，还冲我还笑呢。啊，监理说别管他，我说我敢管吗？管不了啊，这我敢管吗？管不了一点啊，管不了一点，对，还是这么，就是我发现，就是荒原这种东西，在文化意义上，它就流淌在我们血液里，就是我们害怕它，而且我们有一种冲动要去，但你又想去进入，然后我们觉得可以改变它，而且这个东西它又不光是自然界的这样，就是我们会不自觉的把自己的这个部分排除出去。但是你永远都不能否认，你的底子里就是你是在荒原上的两足灵长类动物，对吧？你就跟那个东西较劲，就是这个人类文明史。对，所以我经常觉得，朋友，你要有机会，我觉得可以去边缘一点省份自驾一下，看一下，你看一下，你感受一下，就是感受一下人类的渺小，就是还有多少土地其实是没有什么人生活，没有人的痕迹，根本。然后你要考虑的很多事儿，比如说车的温度会不会过低，然后轮胎被扎爆之后去哪儿换轮胎。当你遇到一两回，你相信我，你对于整个人类和地球的关系，你就有了很深刻的理解。就你没有轮胎的时候，你就只能傻这么站路上，是哪儿都去不了。对，你没有电的时候，你就 chef 就是那个我们有一个听友啊，有听友就是我一挺好的朋友，他。干的活用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在北极圈里挖粪坑。他是一个人在加拿大的护林员。对，听他讲了很多故事。是专业护林员。他来入过境没有？没有。他还在林子。他人在那个加拿大，现在应该在林子里边。他经常就是跟我们失联差不多两三周，然后再回来。他的微博、微信上找不着人，好，然后再出现。嗯，因为他去没有信号的地方。嗯，就是你像那个北极圈里边的一些科考站，对，离开人类文明的边缘，对对对，就像那个北极圈的科考站，他会给那些科考站的就是建立营地，就科考站还没进的时候，他先进，他先去找适合建立营地的地方，然后打前站，嗯，在那儿给人把粪坑挖好，对，这种故事，就是一个营地首先建立厕所。然后他就是避免排泄物污染周围的水源什么的，然后包括说选择地方什么的，然后每次他每年吧，他经历这些事儿之后，他都会讲一些荒原故事，挺牛逼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人是没有办法就拒绝他的吸引力的，对，就是蛮荒之地的吸引力。然后就是包括说他讲说北极圈里边，你要意识到就方圆50平方英里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坏了一条胎，你坏了一条胎，然后呢，你的柴油是有限的，你车上只有一个半吊的发电机，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想着就是，你只会想人类文明真好，是啊，对，但是呢，就是你一点都不嫌它多，对，你不嫌它多，但是呢，当你接受自己成为荒原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啊，我跟荒原呢，我自己一个人也能活，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特别奇妙的观感，就是荒原这个意象，它不光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物质文明这一块，其实它是一个存在于所有人吧，所有人心里的这样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意味着周围没有人，对，没有人类，我们想要离开的和想要拥抱的其实是同一回事。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对我们当代人还是有独特魅力，是的，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工作其实现在更多的是服务于让别的人或者自己生活的更好，和生存已经关系不大，已经关系不大，你很难，就是说我很难想象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还能有人饿死，但确实也有这种事儿，有但是呢，
你只要就是大脑发育正常，就是参与正常人的劳动，获取报酬呢，基本上不是饿不死的，就没有生存危机了。但你在这种我们说就是没有通路的地方，或者说这个施工架桥的地方，或者说原野里面，你再一次直面生存的挑战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就被激活了，你知道吧？对，是的，你有很多东西，那个感受在你都市丛林里生活，你已经被你就忘记了。就朱老师说的那个，那个自驾是非常非常对的，就是朋友们可以试试，就是自驾的时候，你站在那条公路上，你往远看，你的眼前就是文明的边界，对，你看到的就是人类文明辐射进这个荒原中的。的支点，但是在它之外，对人类文明的存续是非常稀薄的。对，说着说着，我又想起其中一件小事儿。嗯，当地呢，工人就是说想学，就是能学会基本土木知识都不多啊、嗯，学校基本就没有，你能把初高中读完就了不得了，已经是吧、啊？顺利读完啊，咱们说。嗯，然后呢，又由于这个瘟疫的原因，疫情的原因，嗯，咱们很多国内这边工程师也不愿意来，嗯啊。嗯当地呢，你就说戴个口罩都属于是高级的防疫措施了、嗯、啊！也正常情况下，村民哪需要这个东西？是、啊、不可能给你储备这个药房什么的，是啊、滴滴买药，是吧？什么饿了么买个药，不可能的、嗯、啊！所以只能用当地人了。嗯，那当地人就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呢，就是说中方几个工程师都挺喜欢的，嗯，就聪明，学东西快。哦、嗯，项目呢接近完工的时候呢，他就说。特别感谢大家啊，就教了我这么多东西。说还有一项目，我去那儿干吧。嗯，就走了。其实当时大家几个中方工程师还挺舍不得他的，说：“哎呀，好孩子，共事一场不容易。因为拉美人就是咱们说聪明的不多，以中国人标准来看啊，不多，能好没培养出一好苗子啊。”走了，走了之后呢，大家还对他印象很好。就过了一段时间呢，就这个那个项目呢出点问题就停下来了。嗯。什么时候再干也不好说，他们很多这种工作呀，都是随着项目进度发钱的。嗯嗯嗯，这哥们就说回来。OK， 中方工程师很高兴啊，说回来吧、哦，那你回来吧。结果呢，这么一个很年轻、很壮的这么一个小伙子呢，得了新冠死了。就死了，就没了。就这件事很快就发生了之后，就也是他也是头两轮那个被感染的人，就死了。然后我们几个工程师聚在一起聊天，大家就是。这时候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嗯，变成就是新冠已经变成一个笑谈了，就是哎呀，我们在北京阳了几轮了，怎么怎么啊？这来前打了他妈恨不能打五针疫苗，为什么呢？当时有一段时间特别混乱，你知道吗？是，就是以哪些疫苗认，哪些疫苗不认，各国之间对还有标准的，是是是，所以你打了一针可能白打，你懂吗？是，然后你要想到那小伙子，就他就死了，嗯嗯，反正就是一个状态，就是说。瘟疫在人类千百年的发展历史中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哪怕是皇帝，嗯，帝王家族的家庭该死也死，嗯、是、嗯，甚至比如说接种牛痘，我记得，哎，都有皇子，就是清朝皇室有、啊、皇子是谁？康雍乾时期都有种牛痘种死的，是的，啊、嗯，所以大家就哎明白，就是这，他就是这么一种生存状态了，是的、嗯，你也不能指望有什么瑞德西韦那些什么特效药，他更不可能了，是的呀，嗯。光是一个铲车进去都很费劲，嗯，在没有路的情况下，怎么把一个铲车运进去？好家伙，嗯，运到这条路一计要修的路的中间，嗯，好让在那块再开启一个新的工作面，嗯，这件事儿猛的一想好像也不复杂，但其实你仔细想想很复杂，很复杂，就那堆那堆我就是那天我看的那个类似运输船场景是那个图。他那堆集装箱啊，他不是一两个，一堆集装箱啊、嗯，是怎么出现在这条路的中间的？嗯，在没有路的时候，因为我现在确实路已经修完了嘛，在没有柏油马路的情况下，他是怎么运过去的？这也是很壮观的一件事，你仔细想一想，是的，嗯，不亚于角马迁徙，确实是这样，嗯，然后他就那堆集装箱被无情的雨水淋刷出很多那个成为了锈迹斑斑的，成为了景观一幕。边上是些香蕉树啊什么的，侧面还在那种香蕉。好家伙！哪怕人类的工业也和这个自然要互动起来。嗯，哇塞，真是一个特有意思的意象。希望之后朱老师有更多机会给我们讲，再聊聊更多的见闻。荒原游记啊，哎，真是一篇荒原游记。是，
行啊，那感谢朱老师，那这期就是终于收尾了，哎、嗯啊，终于先到这里，先到这里啊，之后的节目我们再见吧，哎，下次再见，再见，拜拜。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四获星云奖、四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